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。新版本 1.0 更新以后，莉莉丝、叶小龙、初音三个皮肤获得了超能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超能力是来自于哪里吗？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很久，终于找出了答案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众所周知，起源立方可以注入人们的身体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莉莉丝的前方顶着起源立方，也就是说起源立方已经注入了莉莉丝的身体，她获得了特殊的能力，可以操控起源立方。众所周知，在很久很久之前，起源立方孕育了一个星球，叫做弥拉星。弥拉星的人们虔诚的祈祷，终于获得了起源立方的回应。之前我一直认为莉莉丝是去救自己的猫咪，而我们的叶小龙是去救自己的小师妹，来对抗虚空幻影讯和熔岩巨龙。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真正的世界可能已经被虚空幻影给毁灭掉了，小伙伴。因为世界被毁灭掉，所以我们的三位皮肤肩负使命，他们的武器都被赋予了起源立方的魔法。你们看，叶小龙的棍子上冒出了白光，这就是起源立方的魔法。而初音受到了起源立方注入的能量以后，他获得了超级加速的能量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是这样吗？